然后有个人要杀我妈的，我叫他死掉了，其实。有一个人，一个臭傻逼在要射我。然后现在是什么？一下我看一下啊。主角失忆了，变成一个乞丐。你换一个比较烂的衣服啊。我没有烂的衣服。怎么办？随便啊。然后我换成那个以前的 boss。用以前的 boss 的利用，我不想让他回归。你又讲被以前的 boss 欺负，要讲被欺负哎，要讲被欺负。你又断线了啊？喂喂，你又断线了吗？喂喂，妈的，乞丐可以去哪里啊？其实我是有想要游戏就上播没几个啦，但是他现在都不在线，而且他好像是用手机，不是用电脑。喂喂，妈，到底是我在拍还是他在拍哦？妈的！上车，哎，这个是你啊？你就讲你没有钱，然后我就出现，然后就笑你，然后我就变成那个好心人，然后再帮你找回你的记忆，叫我找个地方。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？哎，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？喂，你觉得什么地方可以？你就爽哦，你拿到这个后面的这个。你觉得什么可以？什么我就爽？我拿到那后面的那个翅膀。哦。那时候我没有拿到，很垃圾。是啊，你要不要变一个车？我没有钱啊，变出来我也用不到啊。没有帮你变这个车屁股。变哦，我要绕一圈回来哦。如果我有五个引擎，我有五引擎，可以比较快一点。我有五个引擎啊，卡住了。是比较帅一点的。哦，可以去这山洞，这那个海盗船的山洞。然后你就讲我是谁，然后这里是哪里，然后你讲你要钱，你就在那边，你就在那边，在那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现在的想法是，你就先讲，我是谁，我在哪里，然后你我就经过，然后你就讲，请问你可以给我钱吗？然后我就欺负你 ，OK OK， 喂喂 ，Lo， 我是帅哥，然后我就经过，然后你就讲你要钱 ，OK， 等一下啊，然后我就经过，然后你就讲啊，然后我就欺负你，打我 ，Lo 伯哥乞丐，然后你就。后期加一个枪响的声音，然后那个 boss 就走掉，然后我换成那好心人。你现在没必要动，就是我换那个阿瓦达之后，我要重生才可以。我懂，我有换过了。嗯，其实你那地方，我有点忘记那地方在哪里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妈的，有人要杀我！操妈的，两个人要杀我！妈了个逼的！我就没有惹他们，他们来惹我，妈的！然后等一下好那个好心人过来啊，然后我就问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就讲我是谁，然后我就讲哦，原来你失忆了，然后我就跟你讲你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是谁？我是帅哥吗？哼！然后我就讲不是你不是，然后讲我知道你是谁，你之前要跟我找药。好，来，你回来一下那位置，你回来一下那位置，你站回去，你要拍的嘛，不要浪费我时间，可以吗？哈哈哈。你站回这边，站回这边。是谁？重新，重新，重新。我过来的时候你才讲。OK OK。好。等下我先讲话先，重新来。我要先讲那个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然后你才讲你是谁。OK 啊。哎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谁？我就讲，不是要讲你是不是帅哥吗？我是帅哥美女，你不是。你之前跟我找药。你忘记了啊？然后就讲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什么鬼？然后你就讲，哎，我记起来了，好就好。咯，然后现在是要演什么？你看一下，好了嘛，我可以动了嘛。哦，然后医生出场，跟你一起去救家人。对。我一直想要的车就是 Mobile 啊。嗯。Mobile 太贵了，要100万。Mobile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啊。我以前想要 Mobile， 不过现在因为削弱啊，不想要了。是啊。我到了。嗯，来了。第一人称开车有点，我有点特别啊。第一人称开车。没有电脑版可以那样的，如果是手机版，然后第一人称开车难到死。嗯。看我翻车。好。我的 Mobike。嗯。我的 Mobike。
看你啊，屁，你这好像是握掰。好，来来一下，你人呢？啊，我走过隧道了。你来这里，你来这里。OK， 直接跳车。别浪费我时间，快点过来，放下那东西。OK， 在我旁边，在我旁边。你放下枪，我们先正常走过去先，我们先正常走过去先。你是有过动症是吗？什么鬼？好，那就走。走啊，一起走，现在可以走了。走那么慢？现在可以走了。哎，我卡了，现在。然后现在停，现在停，现在停。Oh no！ 我要快杀我，快杀我。然后我现在就，然后你现在不要，现在放水，现在放水。然后现在就这样打，来打架，来，现在打架，现在打架。Oh my！ 我的放那人是谁？Oh no！ 你要被杀死了，你要被杀死了 ！What the fuck！ What the fuck！ 改成罪犯了还是？反正罪犯可以不锤。你回来这里哦，那人，那人现在知道我们在拍片，快来啊来啊！喵的，还有浪费时间去召唤车。Maybe you guys will in the.NG clip we will upload to YouTube。没有罪犯来讲笑话。好了好了，回到回到去回到去，然后打架。来来来来打架，来打架。我现在放水给你，现在放水。那你没有？算了，我就站在原地不动啊，站在原地不动。那人又来打乱了，你打我，快点过来，过来打我。喂。不要，先把飞机给开走。你会开的吗？喂，来打架，来打架，来打架！他们很想在那影片里面哦。我吃饭，来打架，来打架！哎、欸，你打我、啊，你打我！是请兵在打架。是啊，算我这里 set 啊，我这里 set。呜，好，然后现在就拍下一番。等下你讲，我中毒了，我要演自己的药，然后你就开始调。剪辑，我帮你粗剪罢了。那些字幕那些你自己加，我帮你。我给你发十萝卜。我帮你把那些片你要那些片段剪出来，然后你自己剪加一些什么东西。OK OK， 那些字幕你可以帮我上吗？不可以。可以啊。不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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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。真香！哎呀，喂，我们两个好兄弟。一千罗巴克。好啦。啊，你都没有进啊？你没有进到我是吗？你重新进，你可能进到别的伺服器啊。嗯，这大妹果果帮我上字幕嘛。一千 Robux。嗯，大妹果果。一千 Robux。你不想要 Robux 啊？一千 Robux。不是我要 Robux， 是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很多事情要做，除非你可以给出我足够的那些酬劳，我才会去做。我就那么120，你还要那么多？那就不要啦，我就剪那些片段给你就好。哇，上字幕要有智商哦。对。进来了。你是在哪里？在假心里。你先不要挑衅，先不要挑衅。你那个 drain 一下 drain， 你 drain 一下，不然再你 reset 啊。哪里变大字啊？你 reset， 你 reset。我加完那么多东西，然后他就给我变大字呀。你 reset， 你 reset。你先不要弄先，你先不要弄先。你讲完台词之后你才弄。妈的，你又喝了，可以不要浪费我时间吗？真的，你要玩你可以私下自己玩，我们现在拍戏。哈哈，很帅耶，这样肌肉猛。好，你现在讲，我中毒了，我要弄解药。我要解药。然后你现在就做那些东西哦。然后你就喝，然后你就好了，最后你是变成僵尸了，然后就讲我好了，我好了，好啊，怎么现在是什么？现在去看一下剧情，神经病啊！你跟他最终会最后的 boss 打。然后你就激发潜能，然后你打不赢 boss， 你选择自爆，然后结束了啊。中间看掉医生什么什么，看掉了，看掉。那完嘞。之后我们去回 Dragon Box 拍，不过我一开始的时候忘记录了，所以接下来看到的是第二段。然后我们决定把个好心人变成是最终 boss， 你就走过来，然后你就讲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你先走过去先。
先不要选，先不要讲钱，我还没有过去。不要，我先。好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好，走过去哦，现在。然后我就转过来跟你讲，我叫你打的时候你才打，我老改没有录到，妈的！快点啦！先不要打我，先不要打我。嘣！然后你就打我，那飞上飞下那个，你先不要变身先啊，你先打我一轮，然后你才变身。然后你可以变成了，然后你可以变成了，你又打不到，王子战法你开。哦。我在那个飞天飞上飞下。再去。哇！然后我斩掉了，我的妈！然后你就自爆啊，就是你按那个充能啊，你按那个 C 就是充能啊，充电，恢复体力啊。好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好了。啊，谢谢我哥。好了，完事。希望这次有拍到啊 ，OK 有拍到，好了。之后我剪好了，我发给你哦。虽然我是讲叫他自己去剪，但最后还是我剪了。因为他讲还要退出 YouTube 了，然后我也想把那个影片给弄完美，所以我就剪了。流血或流汗，只要不留遗憾，因为你在身旁，永远的好伙伴。